先讲讲这刀子怎么调的。这刀我把它，这个刀尖是朝外的，然后把它这样塞进去，顶一下。这个是松紧螺丝，把它松开之后，然后我们就会把这刀尖伸出来，或者再调回去。刀尖的长短跟材料相当嘛，我们就这样会比划一下。调好之后，我们把那个再锁紧，然后把它装到这个刀刀上面去。然后拿一张纸过来，我们把它从前面，然后把它塞进去，然后点测试键，它会切一个方框出来，我就可以检查一下刀尖调的是否合适嘛。这种就是很顺利的撕下来，然后底纸没破，这种状态就是比较好的。这种说明是我们的刀调好了。